嗱，你睇下啦，你而家應該每一組咧都有六個人嘅，啱啱分到平均下嘅。第二過嚟我呢組，唔得。點解有啲組五個人嘅？小 Tommy 是第二組的，係啦，小 Tommy 是第二組的，第二組係啦，係啦 ，OK，OK， 嗱，每組六個人係咪？唔係，有邊組唔係啊？佢做咩咁嘅？你好病啊！我病，我病我都用。嘉年去邊啊？OK， 唔緊要，咁可以嘅啦。而家咧呢個遊戲咧，其實咧佢有啲問答題，咁樣咧就大家一齊分組上搶，唔係搶答嘅，你會舉個答案咁樣。咁你答啱嘅時候你一分，你答錯嘅時候咧你就冇分咁樣啦，係咪？咁係會逐組咁樣計。咁咧最高分嗰組咧可以參加呢個總決賽。咁總決賽之後咧就可以有一個有呢個可以抽獎品嘅時候。OK， 每一組唔該派一個人上嚟先，每一組派一個人上嚟。OK， 之後嗰題語言題，中山話瞓覺點樣講咧？跟住，好咁難嘅就 OK。A 睡覺 ，B 教教 ，C 瞓覺 ，D B 教。喂，總之歧視你。第一個咩？喂，唔係啊。A 睡覺 ，B 教教 ，C 瞓覺 ，D B 教。5、4。睡覺係 A， 睡覺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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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第三題語言題，今次到日本啦。多謝嘅日文係 arigato， 對唔住係 sumimasen，hello 係 ohayo。咁我愛你嘅英文唔係嘅日文點樣講咧 ？A. aristeru，B. adeka，C. akito，D. abikama。好個咩啊？咁解釋 ？E 係 A B C D。OK， 五。多一次。四，咁嘅時間三。唔緊要係咪都係爽啫嘛？一舉牌。OK， 全部一分啦。兩隻 rule。OK， 四分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三組你揀 B 啦、C 啦、D 啦、E 同埋 G。哦，冇 G 啊 ，F 啊。C 啦。你揀 C 啊 ？OK。OK， 第三題我哋又嚟到呢個西班牙啦。咁西班牙我講西班牙語係語言題。Spanish， 早晨係 Buenos Dias。OK， Goodbye 即係拜拜啦，係 Adios。朋友咧就 Amigo。咁樣靚女係乜嘢呢 a Buka Anita，B Chica Anita，C Anita 妹 ，D Chica Bonita。OK， 他先改定啦，係嘛？好嘢，二三四係 D 嘅答案。好，俾。